粉丝提问：如果枪的年龄就是弹容量，游戏会怎样？枪的年龄系列又来了，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一 M249 史诗级削弱 ，M249 在现版本扩容后有150发子弹，火力可以说是超级强大。如果弹容量变成了年龄，那 M249 就惨了。1982年正式诞生，至今也不过40岁 ，M249 变成40发弹容量，这还玩个球啊！二超多狙击枪超级加强。狙击枪本身的弹容量就比较少，单发狙普遍都是5发，连狙也就10发到30发。如果现在是根据年龄来算呢，像Win94弹容量就变成了128发，莫辛纳甘变成132发，98K 也有87发， Mini14也有48发。总之基本全部狙击枪都得到超大加强。三喷子近战无敌了。喷子也是吃鸡弹容量比较少的武器，但是他们的年龄肯定比弹容量多。S686 小伟没查到具体的生产年间，但他的年纪绝不会小，最起码也有几十年了，就是几十发弹容量。S92K 是1990年研制，这样算的话也有32年了。当这些喷子拥有这么多弹容量，近战连喷就是了，绝对无敌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有什么枪械改变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